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大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为您现场直播的第十二届全运会体操项目的男团决赛。那么今天为了更好的观看比赛，我们也是特意请来了中国体操队领队叶振南指导和我共同与大家分享今天的比赛。叶指导您好。喜欢体操项目的观众们大家晚上好。那么在经过了之前的男子资格赛之后，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哪八支队伍获得了今晚男团决赛的资格。这八支队伍分别是山东队、广东队、贵州队、广西队、江苏队、解放军队、四川队和江西队。那么我们也首先呢，在比赛开始之前，请叶指导给我们点评一下这几个队伍在预赛当中的表现。从资格赛的表现来看，因为山东队，以353.873分暂列第一位，广东队、贵州队分别列第二、第三名，但之间的分差都在一分左右。这现在的团体的分差在一分左右，就预示着可能有一人次的失误就可以弥补掉这个损失。所以今天晚上的男子团体决赛将会非常的激烈。另外，今天晚上我们这个团体决赛采用的计分的方式是6-4-4，也就是说一个队有六个人组成，每个项目上四个人，上的这个四个人的成绩都计入最后的团体总分。所以说每个人的表现将直接关系到他在整个团体赛上的最后的名次和位置。是这样的，因为在预赛中采用的赛制是6-5-4，也就是上场五位运动员取最好的四个成绩，也就是说这样的情况下是可以允许一位运动员出现大的失误，因为呢他这套动作的分不计入最后的团体总分。但是到了今天的决赛，上场的四位运动员四套动作全部计入有效分，因此对运动员的要求也就更高。我们现在看到呢，是今天参加决赛的八支队伍开始入场。今天的单项的这个男团的决赛啊，是分为六轮举行。那么在预赛当中，团队成绩排在第一和第二名的队伍呢，在今天的第一轮当中，是山东队和广东队要比的项目是自由操，依次往后推，3、4、5、6一组，7、8一组。所以呢，在体操男子的六个项目当中，第一轮是双杠和单杠轮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四川队呢，在预赛上他们的团体总分是排在第七位的。那么四川队呢的队伍当中有两位名将，就之前刚才我们听到张杰介绍过的邹凯和冯哲，这都是在去年结束的伦敦奥运会上获得奥运冠军的选手。男子团体决赛第一轮第一组准备活动开始。今年呢，男子团体的决赛的水平，由于我们国家队采取了一个开门办学的一种方式，就是说允许一个队伍里他可能有一些是国家队的队员，有一些是地方队的队员，为了保证他们各个省水平的一个提高，所以也欢迎地方队的队员到国家队来进行合练，使整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团体水平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从训练水平和这个动作的难度实力上，在这半年来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也标志着我国的男子团体的这个整体的实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因为今年是新规则实行的第一年，所以国家队的一个互相的体操这个项目呢，有一个互相交流，另外对一些新规则的认识，对一些新的难度的一些叫法上都受到了和国家队很好的一个交流，得到了一个提升吧。那么在去年的伦敦奥运会结束之后呢，今年的体操世锦赛呢将在9月底到10月初在比利时举行。今年的就是奥运会之后第二年的世锦赛是单项世锦赛，也就是不设有团体项目，只设有个人项目，也就是比如说个人全能和个人单项。那么金牌总数呢是一共12块，但是像团体的锦标赛、世锦赛和奥运会是一共体操项目是有14块金牌的。那么叶指导，像这种单项世锦赛是不是会给更多机会给那些单项运动员派出他们去参加呢？因为今年的单项锦标赛呢，它还有全能的比赛，
所以说每个项目呢只能有三个运动员，一个国家只能有三名运动员参加。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个国家只允许男的有六名，女的只有四名。这样的话，男的每项是三人次，就是18项次。如果你有两个人比全能的话，就占掉12项次。其他的有两个全能的，其他的用一些单项运动员来补充到这个队伍来。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马上要进行跳马比赛的邹凯。邹凯作为一个奥运会五枚金牌的一个运动员，也参加了两届奥运会，在准备全运会的过程中也付出了非常多的汗水，特别是他的自由操强项上，虽然这个没有进入决赛，但在这个过程上他的跟腱还是有些炎症，但是一直在坚持训练。我们看邹凯做的动作是侧手翻，转体630度。现在画面切到了自由操的场地，在第一轮比自由操的是山东队，他们在预赛当中团体总分排名第一。现在看到的是山东选手王鹏。他做了个前直720接前直180。后直900接前直360前团360。调换区域的观众，请您关闭闪光灯，谢谢。调换区域的观众，合适挺身1080度，也就是3圈，这是一个 C 组的难度，有0.3的难度分。宽臂手倒立，时间略显不足。500是一周半滚翻一个动作。后直1080度结束。他还是很好的完成了一个全套，这也是国家队的一位年轻的选手。因为今年是新洲际规则的第一年，在每个项目上的难度和打分的一些要求上做了一些变更。你比如说自由操这个项目上就限制了一些，比如说刚才他做了有个一周半前滚的这个动作，这个为了保护运动员，因为他是背部着地，会使就是刚才这个动作，所以只允许在这个成套中做一次，以前是没有这个限制的。另外一个，这个动作不可以用别的动作来连接，就是说你不能再做太难，因为考虑到运动员的一个健康。另外就是说快速接的，这就没有加分了。所以说，为了考虑这个项目的长远发展，所以做了一些限制。刚才我们看到邹凯跳马得分14.00分，接下来再看一下吊环的赛场。在这一轮比赛当中呢，吊环项目上场的是江苏队和解放军队，这两支队伍在预赛总分是排在第五和第六的，就是童英杰。后摆上水平支撑，这个位置有一点欠缺，直角十字压上成水平十字。这个直角支撑，然后是一个水平十字放下成十字支撑。完身前空翻2周，后摆成倒立，向后大回环成手倒立。
环身720度旋下，落地有一小洞。我们在观看吊环比赛的时候，因为它有很多静止的力量动作，我们是在裁判评判的时候，一个是要看它的角度，另外就是一个时间，你要做的完美，必须有充分的时间和放到实质的位置，一定要非常的标准，否则就按照规则要进行一些扣分，有些时间不够两秒的，还有一个难度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刚才我们看到是167号来自四川队的刘华南的跳马，那么王鹏的最终得分14.70分。团体赛呢是场上的四个项目同时进行比赛，所以呢在等分的期间呢，我们的导播会为大家切出在另一块场地比赛的其他项目的一个实时的回放。因为今天是团体决赛，它跟资格赛不同，每个队会根据场上的情况选择一些动作做一些增减，包括刚才的跳马，周凯就参与的是630，比他原来他在奥运会跳的是810度，这样的分值会简单，但他成功率会更高一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山东代表队的张成龙，比赛项目是自由操。环身720旋开始，这是一个异同难度，前肢720肩，前肢540，一个 D 加 C 的一个难度。180，宽臂慢起手倒立，他也做了一个1.5周前滚的一个动作。后直1080度结束，往后迈了一步。今天他完成的要比他在资格赛中完成的比较要好。因为伤病的原因，张成龙在资格赛只是用了6.0的成套。那么这次的男子资格赛自由操项目难度最高的成套呢是达到6.5。周凯在家训练的时候，他能达到了6.9，因为这个今年的规则啊，对周凯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很多的就是刚才说的一些限制啊，他一些加分的都不算，所以说今年他还有发展，但是在资格赛中由于他要考虑这个怕超时，所以前面做得太快，后来体力的分配上出现一些问题，在结束中出现问题，痛失了决赛的资格。但是他在这个备战全运会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奥运会的冠军，每天兢兢业业的训练的这种精神是值得年轻运动员去学习的，特别是他在后期两只跟腱都有反应的情况下，带着跟腱的保护这个每天这个绷带每天去训练兢兢业业，非常的不容易。是的，这次邹凯和张成龙这两位在自由操项目上的绝对的高手呢，这次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全运会这个单项的决赛，就是因为呢伤病的原因。好，下面我们看到的是吊环的赛场，马上出场的是江苏的运动员尤浩，他也是国家队的一位年轻的选手。每个奥运会结束之后呢，下一个奥运周期国际体联都会对体操的规则进行修改，所以对老运动员来说就是一个挑战了，因为他还要去改变原来的编排，发展难度，因为他老运动员的有些伤病的积累。
所以说是对老运动员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看保护他上器械的是他的教练王国庆。后摆成水平十字，我们看他坐的位置和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后摆上成水平支撑，实体护空翻两周，现在成直角十字，再压上成水平十字，放下成十字支撑。躯体的前空翻两周，直体七百二旋下，啊，看下法还是做的是比较标准，动了一小步。因为运动员在结束动作的时候，一套这个用力动作完成了以后，对他的体力的分配是一个挑战。所以在结束能把下法做好，就所以他要有很好的体能来保证他在全套中的一个是一个好的一个全套的保证吧。张成龙刚才自由操得到14.70分。那么之前给大家看到的那个吊环的江苏队的尤浩呢，他这次在资格赛之后是获得了吊环单项决赛资格，也就是说你要在单项上排名前八才能进入到单项决赛。而且他当时那套成套呢是6.8的难度，这也是这一次进入吊环单项决赛的八位运动员当中的一个主流的难度，也就是说将近有6位运动员都可以做6.8的成套。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贵州队邓书弟的鞍马，这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的一个回放。邓书弟来自贵州，也是今年涌现的一位全能型的选手，他的训练比较刻苦，作风比较朴实。单环做了一个 flop 的组合，出现了在俄式挺身移位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分腿，纵向前移，然后又后移，下法，他这套就有完成的情况还是可以，就中间有一个在俄式挺身移位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分腿，按照这个规则的要这种分腿的要扣到0.3分。今天因为是决赛，所以呢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的上座率非常高，这个体育馆呢可以容纳将近18000名观众观看比赛。在第一轮结束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江苏队排第一，山东第二，四川第三，贵州队和四川队并列第三。接下来经过了换将之后，各支队伍进行到了第二轮。在第二轮的比赛中，预赛成绩排在第一和第二位的山东队以及广东队要比的项目是鞍马，第三第四名贵州广西队要比的是吊环，然后解放军和江苏队比跳马，江西和四川比双杠。现在已经开始，这是自由操，梁福亮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位优秀运动员，世界冠军梁福亮，作为一个老将，还在兢兢业业的为准备全运会做出自己的贡献。赤公关自由操现在的就是在伦敦奥运会结束之后，国际体联的规则有个修改，就是要充分的利用整个场地。我们可以看到呢，自由操场地有四个角，我们可以把它定为 A、B、C、D 四个点。那么选手在整套动作当中要必须使用场地的对角线和四条边线，因此呢，在运动员完成过程当中必须要出现在这四个角当中至少一次。
但是呢，在完成技巧串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从 A 角到你的对角 C 角，来回两套，如果再多做一次的话，将会被扣掉0.3。他的结束动作是直体后空翻转体900度，往前迈了一步。这一步按照规则算一个，要扣到0.3，是一个中错。规则对难度不封顶，所以说我们男子体操的自由操的跟头串是越来越多，最多的能达到6串到7串，因为他要增加难度嘛，所以说有时候运动员就要考虑整套动作的耗时，因为他对体能是一个要求，你超时了也要扣分。所以周凯那天就是因为为了怕超时，前面做得太快，最后体力分配上出现一些问题，在结束动作出了一些失误。好，我们来看一下鞍马。广西队的骆建林在俄式挺身转体移位的过程中掉下了马。交叉起倒立落下，这是一地主的一个难度。马头的挺身三圈，前移，我们说这个现在这种6-4-4的比赛就是这么残酷。现在对广西队来说，他一个运动员失败2次，这个扣分，这对他团体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失啊。对的，广西队在预赛中团体总分排名第4，那么他的这套动作因为在决赛上是算计入成绩的一个成套，掉2次，足足扣掉2分。所以说我们说看在团体决赛，它的紧张程度就是要保证每个人都成功，所以你容易出现问题的难度可以做一些增减。它跟资格赛不同，因为资格赛要决定你在全能和单项上的资格，所以说有什么难度都会加进去，但是这一场嘛，你要保证你的成功。像广西骆建林出现2次失误，这对他们这个队的团体成绩有很大的影响。新一届的规则对鞍马这个项目，在上一届的规则，如果鞍马在做下法时候掉下的时候，就不允许重做了，另外就算你没有下法，还要扣你这个类别的0.5分。但新的规则就是说，如果你下法失败了，还可以重做，这样的更人性化了一些。得分是12.40分。体操动作它的一套分数呢是由难度分，难度分里面包括单个的难度，就是有效的10个难度和难度连接分组成，再加上组别分2.5，再加最后你加完成分得出来的。所以刚才说到的那个难度下法的那个组别，指的就是2.5当中的0.5。啊，必须得有个这个类别。马头打滚，挺身移位，直接马头的俄式挺身1080度。我们看500升的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前移三位，紧接着又后移三位，这是两个弟弟下法，好样的，他没有受到前一个运动员的影响，很好的完成了这个全套，这对广西队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团体比赛前面运动员的失误会使运动员后面的运动员更加紧张，特别像鞍马这个项目，他如果太紧张了，如果这个有一点动作有些掐的话，他就会造成失误。
吊环101解放军队的蔡伟峰。直角十字压上成水平十字，前去两周，前团两周，再放下成十字。这是水平支撑。直体360旋下，往前迈了一步。梁富亮刚得到了15.067的自由操得分。这个分数还是作为打头炮的选手，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始。古伯森14.967，这是他的刚才的鞍马。广西队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他们在资格赛中发挥了很好的一个水平，所以列到了第四位，是也是其他人没有想到的。八一队的蔡伟峰，他的吊环完成的还是不错，得到了14.7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解放军队另一位选手刘洋。他也是在资格赛中这个项目排在第一位的选手，也是个小大力士，是陈云会的吊环冠军。我们看他的水平十字，成道十字。位置和时间都非常的好，然后这水平的支撑啊，前去两周放下成十字，这有个水平十字，然后放下成十字。稳稳的站住，因为他也是辽宁籍的解放军选手，所以现场的掌声更响亮一些。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自由操的场地，广东队的季练申，前直900，在前直540。季练申这个运动员也是国家队的一位后起之秀。这侧空翻的动作也满足了编排上的一类的要求，宽臂手倒立，并腿慢起手倒立，这些就是我们说到的在一套自由操当中编排上要满足的五组要求当中的一组非技巧动作。那么其他四组呢，有向前的技巧、向后的技巧、向侧的技巧。自由操因为它没有下法，所以呢它只有四组，但是下法需要用技巧动作来结束。我们看季练申这个运动员，他的特点是跟头比较轻和飘，所以每个运动员呢，他都有自己的一个特点。啊，我们看他的教练赵琦在跟他在交流，有些技术上的一些要领。和女子自由操不同的是，男子自由操里面没有艺术分，但是呢，男子自由操从跟头串的难度来看呢，要比女子的更加的难，所以呢
观赏性也不弱。所以他表现更多的表现男子的一些力量和翻腾的高度。刘洋得分15.967，这个得分是非常的，因为他今天下法站住，在预赛资格赛的时候他没有站住，这个分是非常高的一个分。季练生15.067的自由操成绩，那么这也是跟预赛当中的第一名，就是自由操的第一名吴迪是持平。好，来看一下周诗雄自由操，传身720，但是出界要扣0.1分。预赛他这个项目的单项成绩是排名第3的，他当时也用的是这次的单项就是自由操的最难的难度6.5。1080度，宽臂慢起手倒立，后直1080度结束，往后迈了一小步。他这道动作完成的还是不错的，难度的架子也比较大，因为他有大的空翻，你比如说团身720开掌。还有一些纵轴转体的一些连接的动作，可惜他就是在开场的时候出了线，只要额外扣掉0.1分。一会儿我们就会这是团体赛，所以呢它不像单项赛打分的出的那么细格，追加扣分就会体现在难度跟完成分之外，那么还有一个叫追加分。好，现在男团决赛第二轮的比赛结束，运动员开始进行第三轮的换项。由于每个队的强项弱项不同和项目的特点不同，所以说前几轮的排位还不能完全的反映各个队的一个实力，特别是现在跳马这个项目目前的分值整体都往下降了1分，原来跳马这个项目是一个拉分的项目，现在反正到跳马到底是一个在六个项目中是一个减分的项目。刚才罗泽鹏的跳马得分我们看到已经打出来，在经过两轮比赛结束之后，目前江苏队是暂时领先，解放军队排在第2位，广东队排在第3，山东第4，四川第5，然后贵州、广西和江西排名，贵州和四川并列第5，广西和江西第7、第8。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广告回来继续为您直播第3轮的比赛。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大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为您现场直播的第12届全运会体操男团决赛，接下来将进入到了第3轮的比赛。现在做吊环的是广西队的骆建林，这是一个年轻的运动员。他跟前中班两个再见躯体前后翻，后摆成分腿的水平支撑，实体旋下稳稳的站住。以前有句话叫一站值千金，在现在的规则来说那是更重要了，因为什么现在扣分的话是0.1 0.3 0.5，或一分，如果是一般动一步的话就要扣0.3分。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比跳马的是解放军队的董振东，
观众朋友们，在体操比赛中呢，均有 D 和 E 两组裁判员对运动员的比赛动作进行评分。D 组裁判判定的是 D 分，侧重翻的转体630度。E 组裁判判定的是 E 分，即重跳动作的完成情况。D 分加 E 分为每跳动作最后得分。规则的新规则的跳马的难度，在原去上一届规则的基础上，整体下调了，所有的动作都下调了一分，使跳马这个项目在团体赛的得分的占比上就要小了一些。我们在伦敦奥运会，中国男队在跳马上是在说决赛的八个队里是最高的。我们看刘洋做的跟刚才董振东做的是个同一样的动作，但是他腾空的高度和落地的稳定性上比董振东要好，这样呢得分应该要比董振东要高出一些。广西队的骆建林14.767分，吊环的成绩。在奥运会上的比赛啊，它可以反映出了就是目前的这个体操的格局，所以呢在新的一轮奥运中心的国际体联会看根据奥运会各支队伍的这个表现来对规则进行修改。比如说像昨天我们为大家直播的女子资格赛就体现出了这一点，在女子跳马项目上，伦敦奥运会我们看到像美国像俄罗斯他们能够跳6.5难度的选手的比较多，但是中国呢只有5.8的难度，相对来说呢就一个人就会比别人低0.7。但是后来国际体联就把这个改了规则，就把那个难度6.5的动作降低成了6.3，这样的话呢就缩小了各队之间在一个单项上面的那种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公平的那种距离。所以规则呢是一个指挥棒，它会指引了教练员的训练的方向和策略。好，来看一下鞍马的比赛。鞍马是广东队朱增全。打滚360度，单环转体，正交叉起倒立，俄式挺身转体1080度，前移后移，下法，他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头炮。所以说团体比赛第一个人出场，教练员都会选择一些一个是难点少的，心理速度强的稳定性高的选手出场。江西队的张扬比赛项目是双杠，后上倒立，动了一下手，支撑的后团两周挂臂，大回环的后空翻两周挂臂，所以他两个开始的位置不同。翻成挂臂，前摆转体180度成倒立，躯体后空翻两周，稳稳的站住。啊，张扬也是来自江西的国家队的一个年轻的选手，这名选手是六项的实力比较平均，另外动作还是比较姿态比较好。刚才我们看到双杠这个项目，因为张扬采取的躯体后空翻两周的下法，因为由于
所有世界上练参加奥运会啊、世界锦标赛的很多运动员都采用这个下法。国际体联为了鼓励其他类型的下法，所以在向前的这种下法就提升了一个难度组。回头我们待会看这个周思雄、尤浩，他的下法就是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度，就升了到比原来升了一个组，就是变成了 F 组比 D 组难度分高0.1。像从伦敦奥运会我们就可以看到男子双杠的编排啊大同小异，可以说你看到的完成的八个单项决赛的八位选手呢有六套都非常雷同，所以呢现在国际体联也是为了改变这种状态，因为双杠似乎成为六个项目当中最不太好看的比赛了，大家编排都是一样的。对啊，这个太雷同了，所以要鼓励这个项目的多样性，更具有观赏性。廖俊麟广西队的选手比吊环，廖俊麟也是一个大力士，他好像在资格赛也在排在前三位吧。体操裁判组是这样的，难度裁判有两位，第一和第二，然后就是我完成裁判。完成裁判呢是坐在器械的两边或者是一边，但是两组裁判他们是完成分的裁判是可以不可以商量的，难度分的裁判呢可以商量。水平失智成道十字，前团两周，然后直接成水平支撑十字，压上成道十字，团身前空翻两周又成水平十字，再放下成十字支撑。直体旋下稳稳地站着，所以打团体比赛中跟在资格赛和单项比赛中又不同，所以他把自己放到一个团队上，他没有那么多的心理压力。资格赛呢，他考虑个人能不能进决赛和排在了什么位置，单项决赛呢，他可能考虑到更多的是个人的东西，他所以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反而使在下发中或者是在做其他动作会出现一些变化。但在团体赛中呢，融入这个集体，大家都在为这个集体去出力，所以说有一种忘我的一种状态，所以这种比赛的好看的地方之一。体操比赛呢，团体赛、个人全能、个人单项，其实最好看的就是团体决赛，因为团体决赛它比的不是完全比的不是个人的能力了。所以在每一个轮次在换项的时候，我们看每个队都在背着包，听着换场音乐，看着这个分数的变化，那时候大家的这个内心的活动是非常的复杂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双杠的场地，双杠呢是可以有队友为自己的就是下一门参加比赛的这个自己的选手呢是对杠面进行处理。团体赛还是可以有赛前热身的，但是到了单项决赛呢，每一位选手上来就直接比。江西的唐欣欣，他的双杠的起平分达到了6.9，也是这个比较高的一位选手。挂臂的后团两周挂，这是比较难做的一组动作。大回环后屈两周挂臂，好，在倒立上屈，分腿屈，屈了一下腿，踢背矮道呈悬垂。
前攻方一周半成挂壁，后屈两周下，好，稳稳的站住。在落地的时候略有分腿，这按规则要分腿，超过肩宽就要扣0.3，小分腿扣0.1。在预赛上，他用的成套是6.9，预赛最难的成套是周诗雄做的7.0，但是因为唐欣欣在预赛当时他的完成分只有8.3，所以呢，最后单项成绩排在第15名，进不到单项决赛。目前新规则能达到7分的，我们国家的周诗雄、尤浩，还有这个天津的王冠银，所以我们国家的双杠的整体水平处在世界的前列，但其他项目呢，还这一批运动员还有所欠缺。虽然他们具备了一定的全能的实力，但在这个增金点上，在奥运会上的增金点上，还要比上一波的这个队员呢要少一些。所以说，在后面里约周期的后面几年，我们重点就要突出他们的单项的实力，这样有在团体和全能的基础上，再有单项多一些增金点，这样能实现我们的金牌最大化的一个战略。在伦敦奥运会上呢，当时中国队在男子全能的决赛当中，应该说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局面。那么在这一轮里约周期的话，我们有什么相对的措施吗？所以我们在2008年奥运会以后，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黄玉斌总教练亲自来抓后备力量的建设，所以说我们要提倡，提出的口号是团体全能优先，单项突破的一个战略。因为运动员的成才的有一个周期，所以从2009年开始抓了这批，现在目前的涌现出刘荣斌、邓书弟、陈然、尤浩等一批全能选手，涌现出来了，这样为我们在里约的选择性更多一些，就不会像出现2011年的世锦赛和2012年的奥运会，我们的男团都是在逆转的过程中，和第一场因为用人上都有缺项，很艰难的利用我们中国人的一些智慧去夺得了团体冠军，所以是非常不容易。像一些世界强队，他们都是像比如说日本，就中国男队的最大的竞争对手，那么女队的对手呢是美国和俄罗斯，他们就是一直就是队里的全能的选手呢就特别多，所以在排兵布阵上呢可以选择的余地就很大。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目前的排名，广西队暂列第一，广东第二，解放军第三，江西队是排在第四。所以现在这种比赛的方式，前几轮排名不能代表最后的一个结果，因为它有强项和弱项一个轮次。现在我们看到是杨胜超吊环，贵州的一个选手，贵州的男子体操近几年来这个涌现了一批刘荣斌啊、邓书弟啊、杨胜超啊等名将，还有老运动员杜稳，所以他们这个队伍实力还是比较平均的。水平实施，完成前空翻2周，呈分腿水平支撑，躯体前空翻2周，放下呈十字。跳板接下来要交给的是江苏队的吴英杰。好，我们看他在做后摆呈倒立的时候靠了一下环，这个要规则上裁判要进行扣分的。环身的720度旋下往前动了一小步，他还是完成的不错的。好，现在从慢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位选手在这样的这个静止的动作的时候，他的角度还有停留的时间的长短。十字必须要停到2秒以上才不扣分，1秒以上才能承认。如果你没有明显的停住，这就你这个难度就不予承认了。
现在我们看到是跳马的场地，077号，江苏队的陆文天。这一轮江苏和解放军队比跳马，他在落地的时候趴在了地下，这个按规则要扣一分了，这是属于一个严重的一个失误了。吊环接下来上场的是贵州队的刘荣斌。这个动作的难度是6.0，也叫洛佩兹。这也是上一届规则是7.0的动作，也是一个非常难的动作。现在就直接一下就降到一整分，得分14.834。因为我们记得在伦敦奥运会上跳马这个项目上看到的都是，单项决赛啊都是两个7.0，有7.2的，所以现在一下子就把这个难度分就跟其他项目差不多了，就是不像以前，因为以前我们知道你要像吊环呢、鞍马呀、这个单杠，你要想难度分达到7.0分是基本上遥不可及，所以现在把跳马的难度分降下来和其他五项持平。现在是尤浩在做跳马，好，他呢虽然没有坐地，但是跳向了垫，出去了啊！这个扣分也是一个严重的一个错误，他的偏离重心了。这样的话，江苏队的跳马已经出现两人次的失误了，这样对他们团体的得分有很大的影响。现在这个动作难度分只有5.2。也知道现在国际铁联把跳马的这个难度分直接整整减掉了一分，它是不是也鼓励更多运动员去练更高的难度呢？跳马这个项目现在目前最高的分值就是韩国运动员韩国运动员梁赫善呢1008，还有炫跳就6.4，这个一般的运动员很难掌握，但其他项目呢要达到6.几起平分，或者你像单杠啊、双杠都能达到7分起平分，对。所以说，这个跳马这个项目在团体中的比例就下降了。所以说，跳马好的队在团体中的这个占的份额没有太大优势，就没有优势。但是在伦敦奥运会，我们跳马是最好的。团体赛啊，虽然我们单项上没有去争夺冠军的。就像刚才说到梁赫善那个动作，梁赫善他在伦敦奥运会上能跳7.4的难度，但现在他这个动作的难度分只值6.4了。对单项运动员没有影响，就对团体里面的跳马实力好的队还是有些影响。现在进行吊环比赛的是贵州队的邓书弟，躯体前空翻两周，放下成十指。到十指，我们看他的位置就欠了一点，团身前后两层水平支撑，这个水平的时间也不是特别的充裕。好，但是他的下法做得非常稳定，像钉子一样钉在了垫子上。贵州体操近年来男子体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个是在涌现了刘荣斌、邓书弟一批运动员，还有他们在黔东南的榕江地区成为了体操之乡，那是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地方，所以开展体操也成为一个普及的一个有特色的一个项目。
171号来自四川队的张毅佳在比双杠，年轻的运动员。嗯，躯体后翻两周下，往后迈了一步，对这个小运动员来说，虽然看着略显吃力，但是还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晨操动作。体操这个项目，男子和女子的不同一点在于呢，男选手因为他很多是靠力量完成的，所以呢年长一些，要比年轻的选手呢会在这方面强一点。但是女子项目就不是这样，女子项目呢，稍微就是年轻的时候呢，你的体重会小一点，反而做起来很轻盈。如果年纪大了，体重上去了，身高上去了，做动作就会显得很吃力。邓书娣15.367的吊环，这个得分也还是很不错的一个得分，对团体赛来说。阿卡接下来上场的是山东队的黄玉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双杠项目，那么是四川队的选手呢，刚才已经比完的张毅佳在替他下面要上场的队友进行对这个双杠的处理。四川队的六位运动员当中，有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邹凯和冯哲这两位奥运会冠军。冯哲和邹凯也是两个个性比较突出的运动员，他们在各自的单项上有超强的实力，但是全能方面稍有欠缺。所以在参加团体比赛，四川的其他的运动员就要去弥补他们的缺项了。双杠接下来将上场的是四川队的，我们看到这是冯哲的体操迷。体操迷都亲昵的叫冯哲叫冯小胖。小胖，一个叫小咪，一个叫小胖。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成套。后摆上成倒立。团两周挂臂。他是挂臂开始做，这个动作难度就要大一些。是的。支撑的后团两周啊，这两个类型的后团两周挂臂了。同样我们看了这样的杠上的空翻，它有不同的开始方式，有支撑开始的，大有悬垂开始就是大回环，那么有挂臂开始的，你看它成撑就比成挂要难。对，就是要升一个组别，升一个组别就意味着难度分多了0.1。是的。这就是我们说的悬垂开始的，就是大回环开始的。大回环的团两周，它是成挂了。它是挂臂做的后团两周，支撑的后团两周，大回环的后团都做了。躯体后弯两周下，一小跳。你看，他是这个项目的伦敦奥运会的冠军啊，确实是，包括是动作的难度，包括动作的规格，还是独树一帜的。是这样的，他在资格赛上呢，这个项目的单项成绩呢是排在第二位，排第一的是王冠银。王冠银当时是因为难度分比较高，0.2，但是王冠银的完成分不如他，当时冯哲的完成分达到了9分。我们看他在躯体后翻两周的空中的姿态，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呢扣分就会，一个地分你要高，因为一分你要完成的好，要扣分少，你才能得到一个好的得分，这样才有竞争力。哎，那个四川的要调大吗？好，我们来等一下冯哲的这一套双杠的得分。现在画面上切到的是鞍马的项目，在这轮比赛当中，我们看一下下面上鞍马的是
山东队的严仁鹏。严仁鹏也是一个鞍马高手，啊，他就弥补了山东队在鞍马项目上的一个缺陷，所以使他的整体实力得到了提升。交叉起倒立，再放下，有反向的两个地主动作，单环两次，转体。这是一个 flop， 马头挺身三圈，前移后移，他这套动作完成得非常好，也很流畅，他自己也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名选手的鞍马呢，在资格赛之后，因为是排名第八，所以他将获得这次鞍马单项决赛的资格。从资格赛来看，鞍马项目目前难度最高的，就是资格赛上难度最高的是解放军队的王博，他将用的是6.7的成套。冯哲得了15.20分，双杠得分。由于下法没有站住，所以受到了一些影响。我们看山东体操队的几个运动员，张成龙、这严仁鹏，包括王鹏，都是大个，这是山东出大汉。男子团体决赛。体操运动员因为重心的问题，所以呢，相对来说他的身高和其他的运动员来比呢，是略微低一些的。像1.7米的个子，在男选手当中，体操运动员来说都算比较高。由于运动员每个人的能力不同，你看山东这几个大个，他的腿并不弱，张成龙自由操也还是他的强项。因为个子高的运动员，身体的比例，要协调一些。动作幅度更大一些，更具有观赏性。当然对他来说，这个完成动作的这个难度就更大一些。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广告回来继续为您直播下一轮的比赛。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大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为您现场直播的第12届全运会体操男团决赛。接下来进行的是第3轮的比赛。在前2轮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看到各支队伍，特别是前3名的队伍，他们的分差非常的小。在这轮的比赛中，贵州队和广西队要比赛的项目是跳马。侧手翻转体810度，刘荣斌也是来自贵州黔东南榕江地区的一位运动员。在第3轮当中比双杠项目的是江苏和解放军，这两支队伍呢，在资格赛之后是排在站内第5和第6位的团体总分。在今天的男团决赛上呢，每个队伍呢，它是要比这一轮次当中的上半场和下半场。比如说，山东队和广东队预赛团体排第1、第2，那他们第一轮当中呢是比第一个项目，比如因为他体操6项是自鞍、吊跳、双单这么一个顺序，比第一个项目呢，然后上半场比完了换项，然后下半场是第二支队伍上去比。孔英杰的双杠，团两周挂。我们说的挂就是成挂臂悬垂。双杠的动作组别有5组，第一组呢就是支撑完成的摆动，第二组呢是挂臂悬支撑开始的，第三个呢就是悬垂大摆，就是我们说的大回环，第四组就短半径向后上，就是属于这样的动作，最后一组就是下法。把这5组编排上都编住你的成套，并且完成的话才能拿到2.5的组别分。
我们刚才看童英杰这套双杠完成的还是不错的，下法动了一小步，他的整个的姿态控制还是比较标准的。双杠也是童英杰的强项，你看他的脚尖是拱脚的。团体赛是进入决赛的八支队伍同时比，那么体操男子项目是六项，所以呢每轮都会有两个项目轮空。在现在我们看到第三轮当中呢，自由操场地和鞍马场地是没有人参加比赛的，比的是另外的四项，跳马、双杠、单杠和这个吊环。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吊环场地，山东队的于良。到十支，又把它水平十支。团身前功的两周，也躯体的两周。他做的下法是躯体前空翻两周下，这个难度不是特别大，但是他站住了就减少了扣分。所以说团体比赛来说，一个你动作难度小的话，你要在完成分上要尽量的完成的准确，下法落地稳健，这样的话你可以得到一个相应的高分，这样的话减少你这个项目的弱项的在整个团体中的损失。选手在空翻的时候，不管是哪个项目，不管是自由操、吊环，还是像这个单杠、双杠这种空翻，包括像跳马，其实所有的空翻向前落地是你看不到你的落地点，所以它难，向后落地的话就是还好一些。因为我们在国家队的训练中，黄玉斌总教练一直要求我们尽量不要选择向前落地，一个是它不容易站稳，另外有放腿的时机掌握不好，容易造成膝关节的损伤。所以说我们在他在选择向前的这个空翻的时候，再转180度，那把这个身体的方向调整180度，这样就变成这样的落地起来就相对的不会造成损伤，另外也相对的好站一些。好，我们来看一下单杠的奥运会冠军邹凯，来欣赏一下他的这一套。邹凯也是北京奥运会单杠项目的奥运冠军。中穿180，接并腿的特卡切夫。大后弯跳转540。他做的金格尔360。这是一个转体接腾跃的动作，主穿360，接马尔凯洛夫，他已经做了三串转体接腾跃的动作。这个前空翻抓杠，实体720旋下。稳稳的站住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也不愧为单杠的奥运冠军。但是呢，我们这个新一届的规则呢，是对我们中国运动员独有的这种转体接腾跃这种动作，国际体联也做了一些限制，
所以它的连接加分，不管你是地组以上的连接，而说是有0.2的加分，现在就是说你转体接腾跃的最多只能加0.1，如果你是空翻接空翻或者腾跃接空翻的，地组以上的才有0.2的加分。这样的周凯呢，他这一套的起评分在老规则就很高，这样的话就要至少他的几串的连接都要减掉0.1，这样的话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当然我们也要利用规则的规则面前还是人人的平等，我们还要调整我们的训练策略，在发展高空翻的连接和腾跃的连接上多下一些，在技术上多一些研究，多一些创新。每年的规则修改其实不仅仅是针对中国队，像我们看到跳马的把难度降低了以后呢，对各自就是跳马特别强的队伍来说呢，也是一个限制。像在之前的奥运会上，不管是北京奥运会还是伦敦奥运会上呢，中国队的单杠项目擅长的连接，比如说我们能做到3到4串都是转体接空翻。像欧洲的选手他就比较擅长空翻接空翻，所以呢我们知道连接它最低0.1，最高0.2，所以呢以前只要是有一组以上就能挣到转体接空翻就能加0.2了，现在只能加0.1，那么就相对来说那些欧洲擅长空翻的选手，他其实也是鼓励运动员去多做空翻连空翻的那种编排。他是因为我们作为我们中国体操他有个战略，因为我们要首先是要团体作为优先发展，因为要去年奥运会的冠军中德兰德，他那一套动作是非常的漂亮，都是越杠接越杠，但是这种比他的成功率是要比较低一些。如果我们运动员要用这种动作你去打团体赛的话，这就等于把我们的脖子拴在裤腰带上了。嗯，但现在的规则这么调整以后，咱们在编排上是还是继续像原来那样是就是用转体接空翻吗？就哪怕我少0.1，我再多一串的话，也和你空翻和空翻的0.2打平了。这样的话，我们还会考虑到，也会去发展一些那个空翻的大的越杠动作，包括张成龙他也在发展旋空翻啊。这样的话，但是作为空翻接空翻这样的，他的技术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另外，他在比赛中的成功率很低。像中德兰德这么多年，他就比赛。他就是完全是个单项选手，对对对，但是非常的飘逸，非常的好看，但是好看不一定实用。好，来看孙伟双杠，后上成倒立，大圆环团两周挂。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都是地组以上的难度，因为呢在一套动作当中取十个最高难度呢，是从你的组别最高的，比如说从 E、F 往下怎么取，所以呢，像 B 和 C 这样的难度，基本上不太能算到你的有效分里去。支撑后摆的分腿前空翻，这就是比较大众的下法，后屈两周下，它能够满足组别的0.5的需求。我们看，孙伟这个小运动员下法稳稳站住了，挥起了双臂。所以对运动员来说，每个人都要为这个团体团队做贡献。他只要站住了，至少要比团队多加0.3分，因为你动一步就是0.3啊。所以一套动作站住了以后，就等于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现在我们看到第三轮的比赛上半场已经结束，那么要进行的是下半场。下半场呢，我们看一下要出场的队伍分别是广西去比跳马，解放军队比双杠，然后江西队比单杠，广东队比吊环。对的，孙伟14.50分。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下半场的比赛。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大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的第十二届全运会体操男团的决赛。现在进入到了第三轮的下半场，在跳马项目上出场的是广西队的选手们。刚才是广西队的廖俊林完成了跳马，他在落地中落地时往前跳了一小步，按规则要扣0.3分。我们这次体操比赛的场馆是大连体育中心的体育馆，这个馆是现代化的一个场馆，比英国伦敦的 O2 不相上下，这也是位于我们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的甘井之区。现在我们看到是广西队的古博森第二位上场的选手跳马。侧手翻类的转体810度，也是落地手迈了一步。这个跳马的扣分啊，要看到第一腾空、第二腾空的高度、空中的姿态和落地的稳定有没有偏离这个中心线，这都是一些扣分的一些要素。这次从资格赛来看，跳马这个项目的大部分的选手，特别是进入到单项决赛的选手呢，难度分都是6.0，不是说现在的难度降低了，而是现在国际体联把原来的7.0改成6.0。以前我们都说呢，如果你能两跳7.0的话，就可以去参加世锦赛的单项决赛了。但现在把整个的分都降了下来，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进入到决赛的陈然、屈瑞阳、张仲国这样的选手呢，他们都是两跳6.0的难度。而刚才我们看到这位古博森呢，他跳这个动作难度是5.6。跳马接下来将上场的是广西队的梁林生。马上要上单杆器械的是江西运动员张扬。正反握起了。分腿正掏360，分翻前上180。分腿特杆切腹转体180，这叫难度转体180，再抓杠就升了一个组别。并腿掉下了器械。做并腿特杆切腹的时候好像有点远了，没有抓住。震浪的位置有一些变化。直接就拍在垫子上，我看着好心疼。腾空的高度还是比较高的，就够不着，指尖碰了一下杠就下就掉了，差这么1.0毫就掉下了器械，这样的话会损失掉整整的1分。我们现在看到他旁边坐的就是完成分的裁判，完成分的裁判是在这个杠的两个直角的两面都坐在。大回环跳360，下法，后直720旋下，稳稳的站住。这套动作就是可惜了，刚才的那个特卡，因为他的那个飞行动作还是蛮多蛮炫的。他的因为空中的姿态控制，因为他的身材也是，线条很长，个子也比较高，动作幅度也比较好看的，姿态也是不错的。13.867，古博森刚才跳的5.6的那个难度。回放中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他的那个直体的并腿特卡切夫，他做了两次特卡切夫，之前做的是分腿的特卡切夫转体180度，但是那个动作比这个要难一个组别，就是难度分要高出0.1来，但是掉下的话就相当于10个0.1，一分没有了。
刚才的那个分腿特卡切夫转体180度，我们在备战伦敦奥运会的过程中，为了提高起平分，我们很多运动员都发展了这个难度，因为你特卡切夫就是一个 C 组，如果转了180就变成一个 D 组，所以每个人去发展一个这样的加转180度，就整体的难度的实力，当时我们也都算到每一个项目多少啊，人盯人，相盯相，跟日本队去比较，所以要发展这个增强自己的实力，结果我们在奥运会就取得了成功。对，因为 C 和 D 不仅仅是0.1的难度的区别，而在于呢，只要是 D 组以上连接就有效了，可以获得连接的加分。宗川180，我们看他做飞行了，这就是刚才那位选手掉下来的并腿直体特卡切夫。下一个飞行动的是分腿的特卡切夫，这样就不重复，运动员是不能够重复的在杠上完成动作。就是转了180，他这个动作做了3遍，其实都属于特卡切夫，但是类型不同。分反掏，他呢都没有跟都是单个做的，在没有连接上的加分，这样他的起平分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对，在单杠这个项目上，不是说光看空翻，空翻越多越炫，难度分的越高，主要是比下法也是自己720炫下。这个运动员是江西的张坤，这也是一名老将了。吊环，好，来看一下吊环的比赛。025，广东队周师雄。水平支撑，分腿的水平支撑。实体后空翻两次，全直角支撑。实体旋下，往后动了一小步。吊环项目呢是周师雄相对弱的一个项目，所以说他也自己为自己的这个虽然很好的完成了，因为他的难度的实力还有所欠缺。要成水平，你看如果臀不高于头的话，那么就很明显这个角度不对，要扣分。因为一个时间，另外他这个要保持在一条一个水平线上。吊环目前这次男子的难度呢是在6.8，目前在世界上包括巴西的纳巴雷特，包括意大利的选手，巴西的选手，现在吊环在世界上最高的也就是在6.8分左右。目前我们国家的严明勇、刘洋，包括廖俊林，还有螺旋，湖北的螺旋都达到了6.8分这个水平。估计后面的单项决赛吊环，有些运动员还要增加难度。所以这次虽然是全运会，但是男子这个项目上我们看到的都是现在的这个世界最顶尖的水平的较量，因为中国男团呢在奥运会上拿到过金牌，而且不止一次，所以呢全运会的男子体操是非常具有可看性的。今年呢我们这开门办学，使全国的这个男子体操的训练水平也得到了一个提升，起到了一个全国一盘棋的一个作用，这也是我们举国体制的一个优势。廖秋华，广东选手，吊环。水平旗帜，压上层水平支撑。
躯体前空翻两周，放下沉，直角十支，后摆成水平十支，再放下沉十支。廖秋华也是广东队吊环最好的选手，传承前空翻两周，呈水平支撑。好，他的这也出现了重大失误，就要扣0.5分了。线下又往前迈了一步，啊，所以说难度和稳定是一个双刃剑。对，因为廖秋华这套动作难度不低的，他都是有6.7的基本上是。因为他也是广东队吊环最强的一位选手，这样呢，他这个本来如果完成了呢，相对一个高分，这样呢，因为出现了失误。不仅没有得了高分，相对还会拖了一些后腿。好，来看一下解放军队的董振东的双杠，这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位老将了，后上180，双杠也是有很强的实力的。后上，这都属于短半径那一组的团两周挂，他是以挂臂姿势开始做，这是非常难的一个大环的团两周挂。大回环360，那么那个大回环360有可能是有的是做金丹臂转，有的是倒把手。稀里哗儿，B 组的难度，我给大家介绍的都是会被计入到最后有效分的难度。后屈两周下稳稳的站住，所以他今天这套双杠完成的也是非常的出色，因为这是解放军的选手，非常有战斗力。解放军队这次呢，除了董振东以外呢，还有一位名将是肖青。肖青在这次的资格赛当中，他的鞍马成绩呢是排在第二位的。像如果运动员一旦在杠上呢，到了这个杠的端，基本上要做的就是踢皮尔特，那么也可能是杠端的这种金单臂支撑的转体360度承包力。解放军走！这样解放军队的比赛就已经结束了。男子团体决赛，董振东得了15.467。好，现在第三轮的上半场和下半场都已经结束，我们要来看一下目前的排名情况。在前两轮之后，前三名的分差，总分的分差非常接近。我们来看，在经过第三轮之后，他们的分之间的差距有没有拉开？下一轮第四轮，鞍马和吊环项目轮空。目前，山东队是排第一的，广东队排第二，贵州队排第三。那么山东和广东队目前的分差只有0.5，所以基本上是打的平手。第三和第四名贵州队解放军队的分差是差到了0.002分，所以比赛的精彩程度啊，是竞争的是非常的激烈，是非常的悬念四起呀。因为第一名和第二名是在一个轮次上，所以说，山东队和广东队，它的分差应该就比较小，因为贵州和解放军队、广西队刚比完跳马，它的分数会下降一些，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跳马整体的难度分都降了一分，现在目前我们这些选手最多的也就跳6.0的动作，但其他项目的起评分都能达到6分以上，这样的话它的得分就相对要低，你经过跳马这一轮次，你就会掉下来一些。马上要进行的是，广东和山东要进行跳马的比赛，估计他们在经过这一轮次，分数也会相对的要下来一些。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刚才比赛结束的解放军队的蔡伟峰的双杠14.80分的一个回放。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为您进行第四轮的直播。